这节奏太快了，这博弈都在暗地里进行了。四哎，操了！漫天飞雨，稳定发挥这个。我也不知道为啥不对，可能解释觉得自己优势太大了吧。压力很大的，其实就是也不算特别大吧，就是需要一些知道一些知识的。
你看现在打的这么优势，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优势呢？你要看你能不能做得到，就是你要懂这些知识点，你才能做到这些。对面瑕是搞没搞懂一个点，我那个我就是傻逼，我说到做到好呗。这次去玩三米拉我就是傻逼。两个暴赢啊！我操！我被小兵卡出脚本了。
帅。哎，又有一个很变态的机制，他的 Q 能把盾破了的同时，哎。还能把对面晕了。还凑了。